精彩的这个演出。是啊，是我们新加坡的非常顶尖的一般的大乐队，也是大家非常支持的威尔斯。哇，很大方哎，提到被人喂了哎，没有感受得到哦，因为音乐人不一样哦。我有点想念我们的，因为以前都有一个女生嘛，是，对，做作语老师啊，对，还有老师现在又又忙去生小孩，还不错啊。对，都太可爱，谁听啊？你们是干啥？不听话，太好。来，当然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让我们的这个舞台美轮美奂，让大家视觉上的享受可以得到第一。也邀请到了在我们的歌台界，在我们舞蹈界非常著名的苏城专业
左岸你的。哦，我准备什么？你时空放太错了，不能一张纸。来，我们谢谢这位来宾啊送的这个红包，还有送的一封情书，来，还有送的两颗爱这个定情戒指。哎，你很久没有出来了，我们这位大哥，谢谢你啊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Hello， 小姐。啊。尽量跟男生讲话，不要讲这样的太敏感的话。哦。Hello， 你很久没有出来了。没有出来。不要讲这种话。0385588585
Yeah.
屏东啊，对待哈，到天津的会谈，哎，他的设备，是啊，等一下，还有小朋友啊，现在谈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歌曲全部都上去了，我换歌之后，我们有很多人，哦，看到同好看，我在这边哈，因为今天哈，我们的艺兴舞的制作哈，已经事前呢，在差不多我们很早一个月前哈，就跟我们邀歌，然后。这个制作哈，所以很辛苦啊！来一个全场的掌声好不好？按堂鼓高背，我来总丢一心一意的制作。哎呦，我们是来跟大家用所有吗？我们的艺说最感恩，谢谢这个感恩哈。OK， 那我听完前面两首歌曲，下来一首哈，大家猜我会唱什么歌？下面一个人，哎呀，一点就过了。你唱的，今天我跟你唱一首新歌哈。哎，《西游记》里面哈有谁？《西游记》里面有谁？啊，《西游记》里面有四五个主角，对不对？啊，妖怪啊，哦，直接妖精啊，对吗？如果我们这首歌曲代表这个啊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哈，这个接听来形容来，我是最早到，那台风目前的很多歌手都在现场的这个场地哈，翻唱歌手，其实这首歌是。1971年哦，那个台湾他们的那个画给你嘛的主题歌，来有力安排，就是好听歌，好听，听好，不好听嘛，好听哦，来，四五五。原来写在那个歌单上面是
夜心事。嗯，做梦有啊，有时候做梦，做梦，做梦，有梦到是我会嘛，但是有时候会开，有时候不开。哎，阿伟，我是你做的，我做梦有时也都会梦到的。啊，你梦到谁？都梦到字嘞，然后我自己哦就起来哦，然后我们会把它写在床头，把它记起来，然后继续睡。嘿，然后睡醒的时候哦。
小妹听到什么歌？好久没有站在舞台上了，好不好？还搞不清楚。那我只有，我只有跟你可以唱首歌吗？是吗？说哎，不知道旋律我会不会犯错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还是真的犯错了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不好？来，太久太久，夫妻档没有来到我们歌台为我们献唱，好不好？现场所有朋友可以给我们一点掌声鼓励吗？现在，现在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线上所有朋友都有在收看着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老师们，哎呦，真的很多位今天，真的很多位，真的很多位。哇，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是，哎，怎么样？感觉今天？很棒，很棒，对，很胖还是很棒？胖跟胖，啊、胖我很胖的回来，我们最棒的歌台可以。是是是是，是是所以可能最近又比较少露面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经常在直播当中嘛，好不好？但是歌台还是我们的歌啊，好不好？对。OK， 来说唱这首歌曲，这首歌我们也没有常唱，应该是唱第二次，今天第二次是吗？而且应该是我首次学广东歌，什么广东歌？合唱，你看好不好？电视机这么大，还看不清楚啊？看不清楚。哦，是是是，哎呦，吓到我！对对对，还是你看到我的背景？我看到你太久一点，看别人就变得蒙去蒙去。来，我们就说那首福建歌曲好不好？好，给瓜，给瓜。用竹筒牡丹。很抒情的一首，是因为我弹唱了才可以，谢谢。好。所以，你真的没有看电视啊，真的。没有，因为我的注意力只有你。我调不太好啊，我调很低，调不太好，我们家那边的。好，来，现在就唱《忧愁的牡丹》，谢谢我们所有朋友。
是有所乐趣。我还觉得我们之间还有爱哦，这样子。有吗？有吗？哎，卖球嘞，对，卖一块球啊嘞，真的。你对我爱哦。哎，你哎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先说吧。对对对，现在目前这个对我非常重要。谢谢。不要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因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我们就来开心唱歌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来，这首就是你学的。啊，那你们那个，哦，你出发哪里国呢？不是，因为我现在我注意力就在你身上，你做什么东西我都要注意。对。我听得有点怕。OK。因为这三首是算了，应该是我第一次学合唱广东歌。是。啊，所以我那个广东的那广东话啊，有讲的有点不准啊，就。好。OK。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煮过，没事。给向向姐，向姐，不提向了，不提向，按照风格来叫声，你只放骚料，我不笑。OK， 现在这首《大风吹》，白风吹，对吧？白风吹。我不敢跳了，我这种情况还有心情跳舞啊？没有跳龙皮风小。Thank you.
啊，真反了啊，没有，真狙，哎，啊，真狙，没有啦，还好好啦，不要这样子啦，真的还好，啊，你天台生在一起啦，对，好像有第三胎的，哦，哦，真的真的，你快乱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听啊，你听啊。不会，你不是很守妇道的吗？没有，有些可能被气到要学坏去了。哎呀，哎，以前秀明不会这样的哎。是的。对啊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子。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啦，改邪归正。对对对对。改邪归正啦，有改邪啦。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跟你讲这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现在不可以慢了，真的不可以慢。会慢了哦。真的没有办法慢了，现在。对对对。我的孩子会夭夭死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真的。上一次来唱歌台，你夫妻俩是什么时候？哇，很久了。好像也是志伟叫我要做一次。他挺住哎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事。真的，没有志伟就没有夫妻俩。真的，你往后面跑啊。阿专，现在就有志伟，好给你讲志伟大哥，志伟哥。老板，那真正两哥啊。我老婆，哎婆，你这个忙子婆，你老婆都好婆，你做事叫我阿妈，你好你好。好像打开
谁是这一位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这位可以说是我们歌台的大善人。哎，真的，他也参加过很多的一些慈善的晚宴啊，或者是慈善的一些演出。你说做慈善哦，他是不遗余力的，他常常哦，常常做慈善，做到自己的这个可能自己的工钱啊，哦，都倒贴的也好，他都 OK 的。所以你看啊，相由心生。
但是掌声我更想叫多一点。好 ，OK， 刚刚听的一首太幸福，那是他时间过真快了哈。来到最首歌的时间，这首歌里面的一首歌曲啊，它叫做《知道我喜欢唱的一首歌曲》，叫做《一样的天空》，送给大家，让大家享受歌曲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谢谢在座的我们的威乐斯大爷。
我就不要看，我又怕。卖瓜你嘴嘞，我头先你开到那边看哦，哇，你那我的妈咪的脸差不多要像油桐了。圆圆的，油桐的面都不平啦，很少听啊。想说，而且你这边做别放，你们去看重播，我刚刚在后面看电视哦，还是一样很风韵犹存，而且你这个发型也是。你真的，你晒很久吗？特别为了今天的表演。对啊，对啊。平常耶，我要放我的平常皮笑的。哈披头散发，所以在舞台就要给这个舞台尊重嘛。对 对, 对，我们要上到这个舞台，我们就要尊重这个舞台。你跟那婆子的人，那是爱做安快头模啊，安快的型啊，你再介绍回介绍。对对，哎，这个违规啊。我颈椎啊，规定啊，哎，那去吼，咱讲，你有阿无名无？